2019年陆港庆端阳会的活动。25号暗时7点，伫陆港公会堂头前的广场举办祈福点灯仪式，由馆长惠美带领贵宾做会启动。活动为即马开始到6月30号，欢迎全国乡亲会当前来陆港，感受陆港历史怀古风采甲暗美风景。贵宾是做会来进行点灯的仪式，启动了整个古阿路看起来变到非常的水。馆长指出，为25号开始到6月初九，每礼拜六礼拜，伫文武庙、公会堂、甲桂花巷艺术村等等所在，拢有一系列精彩陆港庆端阳活动。另外，6月5号、6号、7号三天，将伫好乐溪水道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邀请大家做伙体验陆港民俗传统甲暗时的水。一系列陆港庆端阳活动，等待大家做伙来参加。从今仔开始一直到咱6月9号，每礼拜拜六礼拜，伫咱陆港市区馆顶，包括咱的文武庙、咱的公会堂、艺术村，拢有真济精彩即个活动。那咱伫江滨港区的博物馆以及咱的即个后乐溪白莲船都有非常这个多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今年是把传统的民俗以及我们现代的科技做了一个结合，让古老的一个小镇有了新的一个风貌。那让我们的游客能够徜徉在我们的夜的鹿港，来欣赏我们鹿港不一样的慢活生活。那特别是我们的这一些光雕的一个地方的布置，我相信来到这边，你来打卡，你来照相，绝对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这景点。另外的话，不要忽略掉鹿港在地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有非常多的这个工艺，以及呢非常多的这个庙宇以及好吃的小吃在等大家。欢迎大家为从今天开始，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来到鹿港来参观不一样的端午庆，鹿港庆端阳的活动。现场是了真侪民众参与点灯的活动，做伙来欣赏这美丽灯海。新中华新闻蔡亮清陆港采访报道。